在水里，大小朋友玩得好开心。民众一早来到乐园戏水，因为实在太热了，全都跑来玩水消暑。迎接夏季，暑假来临，台中的游乐园推出优惠，从29号开始，各个票种只要加100元，就能入海空三选二，任你玩。另外，云林的游乐园也涌进不少人潮。大桶冰水从天而降，小朋友嗨得不停尖叫。游乐园从22号开始，只要名字有水或是水部首，就能享有购票优惠499元。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全台各地高温炎热，气象署也发布高温资讯。今天要留意在桃园以北、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。可能有机会接近36，甚至有机会接近到37、38度的高温，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很热哦，一定要注意防晒，多加补充水分。炎炎夏日，民众到乐园消暑气，业者也纷纷出奇招，要抢攻夏季玩水商机。华视新闻报道，杨中颖台中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